The Chiang Kai-shek College Evergreen Athletic Association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30th SEA Games Evergreen Basketball Tournament. 菲律宾中正学院长青体育会举行第30届长青杯篮球锦标赛开幕典礼。2024年4月14号上午8时，菲律宾中正学院长青体育会甲座母校思源体育馆隆重举行第30届长青杯篮球锦标赛开幕典礼，正式掀开为期40多天的友谊比赛。在奏响运动员进行曲中，15支校友篮球队走进了体育馆。许超凡会长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，他介绍长青体育会是由一群爱好篮球的前辈于1992年成立的，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了。除了由于新冠疫情而中断3年外，他们每年都会举办长青杯篮球锦标赛，希望大家更加团结与合作，让杯赛继续下去。接着由副会长吴少耀介绍贵宾，母校董事长陈义维、校长叶启明博士、校友总会会长李锦思、飞华体育总会理事长佘怡静等先后致辞。随后，第30届长青杯篮球锦标赛球员宣誓由永远指导员陈卓远监视并训诲。本届球赛分 A、B、C 三组举行， A 组包括英中76年度、英中81年度、英中82年度、英中83年度、英中84年度。B 组包括英中88年度、英中90年度、英中92年度、英中93年度、英中94年度。C 组包括英中95年度、英中96年度、英中97年度、英中98年度、英中99年度，共15队。各队球员抽签编排赛程。副会长洪坤明宣布球赛开始。康悦主任吴康荣担任司仪。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